左腿膝关节的地方痛。哦，我又看到那个，长江了啊，一个病人呢站在，长江的南岸啊，站在南岸啊，就斜看的啊，斜看的，但是现在我已经看过去那个坝，好像那个移位了啊，移位了，好像那个北岸呢，北边呢，往下游移了一点，南岸呢，往下游移了一点，啊，就是斜过来了一点，啊，斜交叉了一点，啊，斜交叉了一点，啊，像，一个往前了一下，一个往后了一下，啊。交叉开了啊，也就这个是坝体是松开的啊，也就是说这个坝体松开了，随时都可以把它解决掉啊，只是说水量太大，暂时还得，慢慢等待，还要把水，都清掉一点，是这么个状况，好，明白了，明白这个，看明白了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